爱翔网站文字资料，1997年首页，道路概况，学界原地，读经，社会服务，联络我们，其他，宗旨。爱翔单位是来自于财团法人一贯道义和圣堂，秉持着道的宗旨，敬天地，礼神明，爱国忠士，敦品崇礼，孝父母，重师尊，信朋友，和乡邻，改恶向善，讲明五伦八德，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，恪遵四维纲常之古礼，洗心涤虑，借假修真，恢复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，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管世界为清平，化人心为良善，济世界为大同。目标。近年来，由于经济日渐繁荣，人们汲汲于功利的追求，忽略了精神生活品质的提升。科技进步，经济繁荣，的确带来便捷的物质生活，但也对整个社会产生许多负面的影响。诸如层出不穷的交通问题、环境污染问题、老人安养问题、青少年犯罪问题等。然而要改善这些问题，必须从净化人心做起。孟子曰，天下一元之以道，而财团法人一贯道义和圣堂，爱翔单位是秉持孔子成人与孟子取义的大无畏的精神，人积己积，人逆己逆的大慈悲心，来唤醒人们本性良知，发扬人们本性的良能，希望全人类之间没有暴力有和气，没有苦脸有笑脸，没有争夺有付出，付出就会结出。人人能对社会多一份关怀，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推广至家庭，则父慈子孝，实现人间天堂而缔造祥和的社会风气。简介。爱翔单位是来自一贯道新义神元山义和圣堂，源于民国43年，当年由陈春来前人大德来领导，前人有远瞻的眼光与智慧，慈悲的爱心，来领导中营下营的道场。当年的道场受政府取缔，因时运关系还没有合法，所以前人为了要度化众生，传真理曾经被警察抓去好几次，但他没有因被抓而害怕停下来。后来陈前人被老前人指派至玉石山道场中营下营的道场，老前人再次提拔周茂年点传师来负责中下营的道场，也就是今天的周茂年前人。当年的周点传师还很年轻，能力很好，所以当年周点传师大力推广道场文化并发扬光大，可说是鞠躬尽瘁来推动，从中营下营的道场慢慢的推广出去。所以目前爱翔有花莲道场、台北道场、桃园道场、台中道场、台南道场、高雄道场、澎湖道场、屏东道场，因而奠定爱翔基础。1987年农历5月5日，因道场需要，再次提拔冯兴聪为点传师来负责。冯兴聪点传师于次年，也就是1988年到泰国开荒。目前泰国曼谷有孔孟道院，东北部有孔孟中道院、四求分院、清迈道场、清莱道场、四色局道场。
西元2003年农历8月15日，艾祥再次提拔杨德胜为点传师，到泰国道场推动泰国道务。艾祥中心合成，种植爱心为环境资源回收塑料研发。儿童读经班，开班宗旨，训练儿童记忆力，增进专注力和学习力，开发潜在智慧，促成人格的全面成长，并升植读书风气，培育文化生活种子，使儿童有明确的价值观，变化气质，文化涵养，养与经典同在，与圣贤同行。开班理论，一是最好的脑力开发与潜能训练。二是最合乎儿童天性发展的教育方式。三是最好的品格教育。四是最好的语文教育。而语文能力是一切学习的基础。课程内容：唐诗、学庸、论语、弟子规、圣贤经典。教材费用、师资、设备免费提供。招生对象：三岁至国小六年级。目前爱祥单位已开立夏营班、台南班、美浓班、屏东班、高雄班、桃园班、花莲班共七班进行推广，共为提升气质、净化人心，于圣贤经典古文中远离现今社会粗俗低下的言语，不再出口成脏，回复儿童纯真本心而努力。 TOP 四年教育资料营对学界联谊道务计划表国乐团文章欣赏好站连结。宗旨：爱祥单位是来自于财团法人一贯道义和圣堂，秉持着道的宗旨，敬天地、礼神明、爱国忠士、敦品崇礼、孝父母、重师尊、信朋友、和乡邻，改恶向善，讲明五伦八德，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，恪遵四维纲常之古礼，洗心涤虑，借假修真，恢复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，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管世界为清平，化人心为良善，济世界为大同。目标：近年来，由于经济日渐繁荣，人们汲汲于功利的追求，忽略了精神生活品质的提升。科技进步，经济繁荣，的确带来便捷的物质生活，但也对整个社会产生许多负面的影响。诸如层出不穷的交通问题、环境污染问题、老人安养问题、青少年犯罪问题等。然而要改善这些问题，必须从净化人心做起。孟子曰：天下一元之以道，而财团法人一贯道义和圣堂、爱祥单位是秉持孔子成人与孟子取义的大无畏的精神，人积己积，人逆己逆的大慈悲心，来唤醒人们本性良知，发扬人们本性的良能，希望全人类之间没有暴力有和气，没有苦脸有笑脸，没有争夺有付出，付出就会结出，人人能对社会多一份关怀，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推广至家庭，则父慈子孝，实现人间天堂而缔造祥和的社会风气。简介：爱祥单位简介。爱祥单位是来自一贯道心意神圆山义和圣堂，
源于民国四十三年，当年由陈春来前人大德来领导，前人有远瞻的眼光与智慧，慈悲的爱心来领导中营下营的道场。当年的道场受政府取缔，因时运关系还没有合法，所以前人为了要度化众生传真理，曾经被警察抓去好几次，但他没有因被抓而害怕停下来。后来陈前人被老前人指派至玉石山道场中营下营的道场，老前人再次提拔周茂年点传师来负责中下营的道场，也就是今天的周茂年前人。当年的周点传师还很年轻，能力很好，所以当年周点传师大力推广道场文化并发扬光大，可说是鞠躬尽瘁来推动，从中营下营的道场慢慢的推广出去。所以目前爱享有花莲道场、台北道场、桃园道场、台中道场、台南道场、高雄道场、澎湖道场、屏东道场，因而奠定爱享基础。西元1987年农历5月5日，因道场需要，再次提拔冯兴聪为点传师来负责。冯兴聪点传师于次年，也就是西元1988年到泰国开荒。目前泰国曼谷有孔孟道院，东北部有孔孟中道院、四求分院、清迈道场、清莱道场、四色局道场。西元2003年农历8月15日，爱祥再次提拔杨德胜为点传师，到泰国道场推动泰国道务。国内道务、国外道务盛讯上一层。班会活动，系求道后之重要课程，包括儿童长青读经、冬夏令营、成全启会、精湛班、法会等，对初求道青少年者及已进入青口持斋者有深入的教育启会，使之了解道之宗旨及其意义，更能体会道在日常生活即是修道，修道即是生活。以五教经典心法为研讨之重点，使圣贤先佛留下之经典能展现出一部活经典，以达到普度众生之苦厄，使之离苦得乐。因一念善即天堂，一念恶即地狱，天堂地狱即是一念间。五教经典宗旨在于不离心法之探讨，使陷于人生逆境的人们能当下转念，因真理而了解、看开、放下，终于解脱，流露内心的光明喜悦，展现路不转人转、人不转心转之力量，转时成智、开智慧而恢复心性的光明，直至最后。神元山一和圣堂举办之夏令营，参加伙伴们合影母亲节表扬大会，内容丰富，表演精彩之可爱小天使们合影。民国77年由冯点传师兴聪带领，前右二刘文能前贤，前右一八星开荒泰国，协同刘太太、前左一与刘文能前贤儿子刘鼎祥之慈悲配合，设立泰国第一间佛堂，也奠定现今泰国弘展之道路。民国77年设立泰国第一间佛堂，刘鼎祥坛主，第一批求道之道亲，法喜充满合影。民国77年设立泰国第一间佛堂，刘鼎祥坛主到清求道后，每晚均至佛堂献香，并学习献香礼节，诚心意于言表。由于语言不通，
学习过程中印证了心法相传之奥妙，也证明了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之真理。民国七十八年，泰国设立第二间佛堂，逢典传师新聪，后右二刘鼎祥坛主，后左二与前贤人才合影。